子昭，你回来了啊！这些日子里你受累了。咔咔咔咔咔！夏平，你到底会不会演戏？你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单子昭，内心一定是起伏的，是波涛汹涌的。但碍于身份，所以感情表达要内敛。但不是你这种面瘫。各部门注意，第一幕第38场 ，Action！子昭，你回来了。这些日子，你受累了。咔咔咔咔咔！你这他妈是个身官怨妇吧？王爷的霸气呢？霸气去哪儿了？霸气懂不懂？这都 NG 多少遍了？啊？谁去记得那个呀？靠！这什么操蛋情况？你怎么进剧组的？就你这种演技，好意思说自己是好莱坞回来的？我怎么进来的？你是导演，你不知道？你翻了天了啊！你别以为自己带资进组就牛了啊！看看你满脸的玻尿酸，也不怕酸死你。夏明，我他妈告诉你，你这种德行的演员我不用。导演，你这么高傲娇小公爵，找得到女朋友吗？该不会是想找个男人宠的吧？我擦，小公爵。妈的，那小公爵毛线个小公爵，你才公爵啊！呸，你不爵。哼，老子没见过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演员。幻觉，你他妈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去。不劳消导了啊，全当放假了。看来是我说对了，戳到你的痛处了吗，小工具导演？你最好别后悔。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后悔这两个字。呵呵，那你就该买一本新字典了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浪荡飞剑爱编剧倾情创作，曾是总工机智无双财团赞助播出的原创广播剧。我是谢霆锋，感谢大家收听我的报幕，唔该晒。哼，自己看。新晋小生夏明不满戏份安排，对导演萧兰大打出手。这哪家不靠谱的报纸啊？那叫大打出手吗？那叫我强势碾压。换换。虽然你知不知道萧导的地位啊？得罪你还想不想在圈里混了？怎么，不就是有背景吗？我会怕他？性子那么焦纵，就和小公举一样。小公举，小公举能分分钟掐死你啊！人家萧导虽然脾气暴了点，但人家水平牛啊，那背景，人家想让你喝西北风，那分分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你个靠脸吃饭的，你较这个劲干什么呀？啊，听话。去给他赔个不是。凭什么？凭你之后被封杀呀。不去。都这样了你还搁这犯倔啊？萧导那戏还是爱编剧的本子，我费了老鼻子劲给你抢回来的啊！你倒好，说不演就不演了啊。夏明，我今天把话撂着，你要再这样我可不干了啊。别给我傲娇，怎么着了？这就是个看脸的世界，我的美貌那可是无人能及。再说了，那个什么爱编剧，他都写的什么破本子呀？自从上次我跟媒体说我不认识他，然后只要有他参与的剧组我就没好过。哟呵，名气不大，这腕儿倒不小，轮到你挑编剧的份上了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不许浪，
乖乖给我去认错，记住，态度一定要好，萧导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哎，有没有天理了啊？他让我上床，我就得去他床上乖乖躺着。哼，你能爬得上人家床算呢，你给人家提鞋都不配。我，你真是够了。啊，那个，话说这几天真没人找我了，通告也没有。你脖子上长的是猪脑子吗？这几天你还没看出形势吗？人家明摆是要封杀你。你知道那个夏雨荷吗？就你们同期出道那个夏雨荷啊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得罪了人家萧导，现在人都消失了。我为什么要去求那小公爵啊？不去，不求。大不了我转行，他算老几啊？他，我绝对不求他。老几？人家在这个圈里敢称老二，没人敢称老大。哎呀，这话我可跟你说了，找不找萧导，随你的便。今后怎么走，随你。说不去就不去。我是去呢，还是不去呢？还是去呢？还是去呢？还是去吧。我不是去求他，只是去化解误会。请问你找谁啊？我找萧导。萧导正在开会呢。哟，瞧瞧，这是谁呀？这不是夏大牌吗？怎么，来找我和你一起上头条吗？那个小公蓝导演，可以请你吃个饭吗？上次的事儿，不好意思。哎呦呦，可以啊，道歉从你嘴里说出来，真稀罕啊。吃饭呢？可以啊，吃饭怎么不可以呢？吃什么？我们去吃海鲜吧。这丫的知道我海鲜过敏。饭就不用了，道歉我收下了。真的？嗯，当然了。收下生气吗？行啊。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这儿刚好有一个剧本，让你演男一，角色是一个特别帅的霸道总裁，接吗？男一？接，当然接，谢谢。嗯，不过签合同之前呢，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得去给我工作室的几个新戏跑龙套，怎么样？也磨磨你的演技嘛，你的演技实在是。除了脸就没什么可以看的了。啊，今天长得不错啊，是回流了吗？最近睡得比较多，气色好而已，没工作可没钱回路。所以哥哥让你去跑龙套赚点钱呢。那就谢谢导演了。呵呵呵，不谢不谢，看我怎么弄死你。不知道是哪宫的奴才啊，敢在宣阳宫外放肆啊？不知道我们惠妃娘娘每天都要诵经礼佛吗？看，夏明，你没见过太监吗？啊，太监有你这么粗的嗓子吗？
你这个声音出来是不是要念一顿 rap 啊？啊，呦呦，切个闹。不知是哪宫的奴才呀，敢在宣阳宫外放肆？不知道我们惠妃娘娘每日都要诵经礼佛吗？哦，本宫想来见见惠妃妹妹，找人通报一下都不可以？奴才不知皇后娘娘大驾，奴才该死，奴才，奴才该死，该死！我靠！你演戏之前都不研究研究人物的吗？你是个奴才，是下等人，你见了主子要卑躬屈膝的，谁让你这么直了？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弯的吗？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弯的吗？啊，金黄色小小鹤，没想到疼这么疼啊。你打自己的时候要打出一种虽然疼但是你心甘情愿被打，要讨好皇后，你懂吗？你自己扇给我看。现在？废话，不然让你回家当情趣玩吗？不对，表情不对，重来，嘴角要往下咧，再来，念台词的时候要注意点儿，勉强算过关了。化妆师，不假装，脸有点红。嘿，宝哥，我找了个客串。哎，夏明，这位是紫金传的导演。鲍导好。哎呀，不敢当不敢当，这客串的名气这么大，当当不起呀。怎么不敢用？也不是，只是我这边需要的是飞机，他是男的。哎，男的怎么了？反串一样可以。你看夏明他本就是男装女相，扮女装一定会很好看的。那个化妆师快换装，后期再给他找个配音的就能用了吗？是。我要见皇上，你们让我见皇上，蓝山梦这个贱人，他摇眉护主。皇上，皇上，您就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。看，夏明啊，你这个声音就是个太监，你别说冷宫了，就听到你这个声音，皇上都萎掉了好吗？不是有配音吗？嘿，有配音你就靠配音啊，好好演。你看看你那个眼神，傻愣愣，整个一傻大姐。小岛，那你给我示范一下女生呢？我就不信她能行。呵呵呵呵，行啊。学不会的话，我让你演什么你就得演什么，怎么样？一言为定。蓝山梦，你这个大傻逼！我操！小兰兰，你是女扮男装的吧？不要迷恋我，好好干，明天横店片场见。呵呵。大哥和大哥上要问你们一起玩呵呵。大哥啊，你看那边的小狗吃东西吃得好香，你想不想要去吃呢？我们一起去吃吧。大哥有东西吃了。大哥要大哥是狗粮，他吃狗粮，他吃狗粮。开眼了，他怎么进步了这么多？本色出演吧，果然是傻子，只适合演傻子。为了男一，我忍。
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。小明，停停停停，你别唱了。孩子睡着了，在梦里面都会吐的。七情五欲之欲理心。唱。青兰是个什么鬼？兰，你是有多爱我？那你告诉我，我的名字是萧兰还是萧岑？你语文是看门的老大爷教的吧？怎么就教了你这么文盲？妖孽，还不速速就擒！你坑害百姓，滥杀无辜，此刻我要替天行道，消灭你！快开了！我操！小明，你居然还口刚！你他妈需要这个男人？小公爵，老子要不是为了东山再起，会给你玩儿。为了南一号，南一号，南一号，不是。早啊，今天最后一场了，你要好好加油哦。一定。我今天是怎么了？你右眼皮怎么老跳啊？不要，你们放开我！再不放开我，我就喊人了！我真的喊了！咔咔咔！叫你浪，你就要解放天性，浪起来！你这么娇嗔，真当自己是黄花大闺女了？你是被下了药的，你不能只演出抵抗不演药效啊！浪不出来。什么？浪不出来？道具师，上身家伙。小岛，你这是要玩死我呀你？谁让你浪不出来的？快吃！哎呀，好了，不猛的。量很轻的，争取一条过，然后呢，今天你就可以休息了。这万一浪出火了怎么办呀？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别说话，快吃。你忘了你答应我什么了吗？你不是说都听我的吗？还想要男一号吗？好啊，我吃。好了，各部门注意。好，等会儿 action 就可以开始演了。Cut， good， 赶紧换下一场景，那两个女演员上。热，难受啊！前面有两个妹子。嗨，两位美女。帅哥，有需要吗？姐姐很久没有遇到条子这么正的帅哥哥了呢。你们真美。就是这样。OK。Cut， 一条过。哎呦喂，夏明，不错呀。哎呦，这小样。哎，那个谁？他经纪人，快送走，快！医药费包我身上了啊！帅哥，来嘛！你为什么追我呀？导演，我来了。哎呦，你就好了。啊，承蒙厚爱。导演，今天我们演什么呀？你这受了刺激，脑子不好使了呀？告诉你了呀，不用来了，龙套都让你演完了。啊，那小导，我拿之前您说的那个男一的剧本回去看看吧。男一，你没开玩笑吧？OK， 我承认，在我的培养下，你是有一定进步的。
但是想演男一还差得有点远吧。你放心，小夏呀，但凡以后有发挥的龙套，我还找你，咱们呢待遇从优啊。什么？你这个流氓，你答应我的，你呵，答应有吗？合同呢？啊，合同啊！no！ 夏明，你怎么了？赶紧起来！2015年2月30日，夏明扑街。是乖乖的跳进坑，这傲娇小公主的名称，不是你下一句道歉就当作完成。人我简直就是正义化身，即使有眉毛与我关寸，照样认真，每个角色饰演都回归原本，也算缓解不少的枯燥沉闷。尽管天性不高还迟钝，我多快人轻浮教训，谁让你自己不顾后果引火自焚。浪起来赶紧摇摆，你的地带有我主宰，像加了血脉根本停不下来，我猜你应该会感到很愉快。浪起来放不得开，拒绝心塞，拒绝无奈，要么说拜拜，被众人所取代，门外看你还有大头人等不起来。要强压住内心的气氛，还好我本性很沉稳，态度诚恳，大好前途必然等着我来奔。成本为你置上灯又是人生，还清晰一脸不满分分，有霸道人千万万挂估计都不算邪恨。我看遍的世界的手中摆，但不是被每个人都青睐，越到越酸越受人嘲笑，多少次失败都不算成功的阻碍。浪起来身体摇摆，大放光彩，我的未来预算的安排，但是惯用风采，一拍就散开，属于我的云海。拉起来内心摇摆，穿过动脉已成遗憾，即使这么帅都比自己没带，赶快独有的存在填满这空白。浪起来大声嗨，别徘徊，别等待，别更改就开怀，我人在台上依旧无奈，用记住这次完败。浪起来放低姿态，拒绝心塞，拒绝无奈，要么说拜拜，就被众人取代，门外成大爱等着我去灌溉。浪起来内心澎湃，穿过动脉自成无害，就是这么帅都被自己没带，赶快独有的存在填满着空白。